it's a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 every time. Music is very subjective, but I really love what the band is doing right now. 第一次听的时候呢，有一点抓不到头绪，因为它的节奏比较 free， 有很多那种变拍里面，两拍到三拍，三拍到四拍。我们在一起，无论我在哪里，我都离不开生命。无论浮沉世界，我都想穿你的眼。就算再高再远，我不累才找到你。找到你，佢咧就负责作曲作词啦，另外一位朋友啦，咁啊跟住咧。佢作曲咧係用英文作咗先，跟住咧翻譯成呢個中文嘅。咁佢嘅導師咧就係 Jack， 阿 Jack 你好，阿 Jack。咁啊，最初收到呢首歌嘅時候咧，俾你有咩 feeling 啊？有咩感覺呢首歌？非常的 James Bondish， right？ 又係喎，你講起上嚟真係，大家有睇 James Bond 嘅戲啊？係咪啊？次次地嗰種咁嘅 James Bond 嘅主題曲咁樣係咪啊？俾佢感覺 ，OK。咁你有冇作出啲咩嘅改變咧，張哥？沒有，沒有。你依住佢咁樣 James Bond 咁。沒有，因為我們有一點點小分歧，但是我比較尊重那個原創者。哦 ，OK。咁而家出嚟嘅效果你滿唔滿意啊？可以，非常好，對。非常好。You surprise me, I love your voice so much. Very powerful singer. Yeah， 嗱，因為咧佢本身 Vania 咧係唱 opera 噶，係咪好勁啊？俾啲掌聲佢。不過佢。即係今次咧第一次參賽，但係咧首歌曲好入腦啊，俾我嘅感覺啊 ！Thank you very much。